心誠心敬拜嘅去歌颂我哋呢位至高嘅真神，请我哋一同嘅起立，让我哋一齐唱呢首诗歌，一首赞美的诗歌。Thank you.
親愛的天父，聖經裏面記載主耶穌基督咁話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。然而今世上好多人都是偏行自己的道路，以自己的認為啱的道理視為真理，更加有好多人並沒有活出一個蒙主喜悅的生命。耶穌亦都賜俾我哋一條命令，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。但係我哋而家睇到現今嘅世代，人與人之間好多事都仍然存在對著對抗以及仇恨，並沒有係遵守主你嘅命令。主啊，當我哋眾人今日喺你嘅面前向你敬拜的同時，讓我們都再一次的警醒，要常存敬畏你的心，緊守在聖靈而來的真理，能夠真正的彼此相愛，並且活出蒙你喜悅的生命，以致我們所信的都不致徒然。我們將今天整個聚會恭敬的從開始到末了獻上，求主你親自臨駕在我們當中，祝福和帶領我們，讓我們的詩歌、禱告和牧者的講道都一一能夠蒙你的悦納。以上的禱告是奉靠救主耶穌得勝的名祈求，阿門。請我們一起攻讀主禱文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要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凶惡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，阿門。各位請坐。以下是唱詩的時間，我們今天唱這首詩歌是叫做《歡欣》，盼望我們以我們的歌聲去感謝主你所賜下的一切的恩典，讓一切頌讚和榮耀都歸告給你。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《歡欣》。Thank you.
请我们一起攻读《使徒信经》。我信神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主耶稣基督，神独生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到阴间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，将必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义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同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我哋以下係有成人詩班嘅獻唱，今日佢哋唱一首歌係叫做《感恩中讚美》，而接住落嚟嘅係講道時間，我哋有林宗儀牧師為我哋正道，我哋有請詩班。同悲，忘掉他死。
大家姊妹平安，神俾我哋嘅看顾，紧守我哋嘅心怀意念，所以我哋每日嘅生活里边咧，真系可以讲啦，话唔需要忧虑，系嘛？过咗一个有喜乐嘅人生啊！我哋呢次呢几日，呢几个礼拜咧，我哋讲到呢个人生啊，我哋做基督徒嘅人生咧。不只是有我们世界上的路程要走过，我们更加呢要紧守我们灵命的生活，我们灵命的生命，是吧？但是我们都知道啊，一个人需要有成长，一定要有改变的。属灵一样，属灵的成长呢一定要有需要有属灵的改变。那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我们会停顿下来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就在湾区我们都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每个教会每日每一个星期主日的时间，好像我们这里一样，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回来崇拜神，是吧？崇拜神弟兄姊妹。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呢，他们的灵命不是好像我们想象那应该那么好的。很多很多呢，你们没有发觉啊，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啊，他们的心不是向神的。因为他们的心怀意念呢，被这个世界所一切 的事情啊，他们的需要，他们的欲望呢紧紧地捆住，所以他们的心很难很难有一个平静安稳喜乐的心去跟随神，会去活出他们的灵命的成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啊，他们成长的过程是很好的，由刚信主很快地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态度，他们的心，他们的思想，你可以看到他是向神的，有神的爱，有神的真理，有神的给他的信仰在他生命里面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不是一样。当然我希望我们当中里面呢，我们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啦，但有些真的是但有些真的需要我们为他们祈祷，真的需要给他们多些鼓励，愿意回到神的身边。大家知不知道呢，他们为什么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啊，好像启示录话到咧，不冷不热嘅基督徒有冇听过啊？又唔冷又唔热喎，啊，总之就冷就冷，热就热，唔冷唔热嘅时候咧，即系你个人好灰心嘅话俾你听，神都睇到我哋嘅时候咧，都心里边感到好痛苦啊！点解有啲基督徒啊，佢灵命是这样的呢？我有一个概念，我相信呢是因为他们当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之后呢，他们就停顿了他们的成长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呢？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信主 的弟兄姊妹呢，他们信的时候，他们根本没有一个真正追求神的心，他们只需要什么？只需要什么呢？得救，有永生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我们要小心，大人信主的时候，不要经常说，你要信主，你不信主，你就落地狱的了，有没有听过？你信主，你上天堂了。我问你了，你曾经落地狱，还是上天堂？我信，你信不信神爱你啊？我信，
咁啊上咗主啦。啊，我哋带上主咧，唔知几高兴。啊，衰衰衰，上咗主啦！但系弟兄姊妹，佢哋信主系冇根冇基嘅，所以佢信咗之后咧，佢哋得到呢个灵命上嘅永生，佢哋冇寻求神真理嘅胃口，亦都冇愿意嘅心咧去追求神。弟兄姊妹，你谂下啦，咁样嘅基督徒信咗主之后啊，佢哋嘅生命，佢哋嘅生命系点样嘅咧？你估下嗱，保罗啊，保罗喺希伯来书吓嗰度讲啦，好好啊。希伯来书第五章就是第十二节嗰度话咩？佢话到这个时候，保罗心里边都好痛苦啊！我俾你听啊。一个做牧者的心呢，见到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正常的成长，信了主之后呢，好像呢就什么都妥了，不用再想，也不用再追求。弟兄姊妹，保罗说到这个时候，你们已经成为人家的老师了，但是你们现在还要人把你把从前啊，你初信嘅时候嗰种基本信仰嘅真理，再一次啊，讲俾你听嘛。佢跟住点讲？你哋真系变成咗净系识饮奶，唔可以食咧干粮啦。弟兄姊妹，成为只能吃奶的，即意思话咧，佢又变翻 baby 啊，可能仲衰过 baby 添，因为一个人咧啊，有一个新嘅生命嘅时候咧，佢系应该一日一日咁成长、长大、成熟嘅，系咪先啊？但系嗰啲基督徒咧，嗰啲基督徒啊，唔愿意追求。冇胃口向神嘅真理寻求嘅时候呢，中国人讲一句话好好啊，逆水咩啊，行舟，不退则进啊，系不进则退啊。你哋试过爬船未啊？你试下啦，你喺条河度爬船咧，你爬啊嘛，越爬就越攰，一停咧，啊休息先啦。啊！點知唔夠兩分鐘啊！你已經就喺個下喺個下流下邊，啊死啦！咁又要爬過啦，係嘛？弟兄姊妹啊，我哋啊唔可以咁樣嘅。我哋靈命嘅生活咧，一定要時常追求神嘅真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記住啊，要記住一個。愿意寻求神的真理，追求神的真理，在圣在这个他们的灵命里面有成长的人呢，他们不会想到他们需要有改变。我告诉你，我举个例子给你看，我这几天呢真的要整理我这个新屋仔，我的新屋仔呢好多树啊。我今天帶了一個蘋果來，不過就只有一個，無謂逼引你們，放回辦公室那裡。你看這個嘛，這個你猜這個是什麼？核桃核啊，核桃是嗎？核桃。那幾個禮拜之前呢，我就拔了它出來，因為我想試一下裡面的核桃好唔好食啊嘛？我掹咗出嚟之後咧，我就忘咗件事啊，我都冇理到啊。咁就擺喺個露台度咧。我琴日咧突然間見到，你見到乜嘢啊？呢個核桃咧，呢個核桃核咧，仍然係咩啊？係核桃，冇改變到喎，係咪先？
反而呢本来的满有活力满有生气的合桃核和叶呢现在变成怎样？大家姊妹，我们的灵命都是一样的，你是不是呢？你是不是？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一生里面呢，我们真的，哎，我们真的要小心紧守我们的灵命的成长，啊，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时间优先次序，啊，不过虽然变成这样，虽然变成这样，但如果我拿出它出来，啊，我稍后还要去英文堂讲到，所以我就不会拿出来了，我用这个好不好，啊，我用这个，啊，我放在泥里冚住它，然后你用淋水，我又落肥料喎，仲唔止喎，我将所有嘅野草咧冚冷都拨晒，咁太阳咧就可以晒到嘅。你估下，过几日之后，或者一两个星期啦，我都未种过系咪？不过咧，不久之后啊，呢个合桃核，呢个已经干嘅合桃核，会开始乜嘢？发芽系啊，开始乜嘢？开始生叶啊，系咪？开始慢慢啊，慢慢咧成熟有成长，变为一棵大树啊！弟兄姊妹，我哋唔好忘记，吓，我哋唔好忘记，我哋需要神俾我哋嘅力量，俾我哋嘅滋润，好俾我哋嘅生命里边有成长。但系我哋要需要有愿意嘅心，弟兄姊妹。啊，我相信我们在这当中里面呢，我不会数的，不过相信不是那么多个呢，日日都看圣经，啊，是不是？我看这里是谁，我举手给我看，我日日都看圣经的林牧师有没有？哇，一个，啊，两个，三个，哦，他不是，他只是摸我头发而已。仲有冇啊？弟兄姊妹，我真系劝勉你哋啊，冇啦，多啲睇圣经。嗱，我咧啊，虽然年纪大啦，我就好先进嘅，所以咧我就好少咧就即系到黑揸住本啊，我本旧圣经，我啊揸住我 iPad， 我个 iPhone 啊，你有冇 iPhone 啊？有啫，咪系嘛？咁如果你教你個 iPhone 咧，話俾你聽啦，有啲軟件啊，你教住佢咧，一到咁嘅時間咧，佢就叮你噶啦，睇聖經嘅時間啦，咁你話係咪先？人都要提醒嘅喎，係咪啊？嗱，弟兄姊妹，我哋唔好忘記，成長咧，我哋需要有個過程，需要時間，需要咩？需要努力先可以能夠有機會發展。成長有成熟的機會的，啊，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生裡面呢很多雜草，你覺得嗎？很多雜草，啊，你種野就要拔草，我們，啊，要屬於我們靈命有好的成長，我們都要拔草的，啊，你們今天回家靜雞雞地坐在那裡，啊，閉上眼睛同神有好嘅交代啊！神啊，我而家我心里边有咩杂草啊？你讲俾我听，我掹咗出嚟啊！你帮我掹啦，啊！你有冇咁嘅愿意嘅心咧？你嘅生命咧就会不一样噶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每个人都要有成长，所以我哋唔好懒惰 ，OK？不要白费神给我们的恩惠，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爱，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不会再说那么多怎么去，啊，安排我们的时间，啊，怎么做，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前几次，但今天呢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关于，啊，成长，啊，灵命成长的路的很重要的元素，不是因素，费时间落去吓，
花時間落去啊，點樣去安排呢啲係因素。但個元素就係咩咧？係神已經放喺俾我哋嘅生命裏邊嘅成長嘅元素，但係我哋自己有冇取用咧？我哋自己有冇想到我哋擁有嘅元素係乜嘢咧？呢個好重要啊！如果你知道，你就會取用；如果你知道，你又明白自己係有力量去成長嘅嚇。咁我記得好多年前啊，好多年前咧，我咪試過咪俾你哋睇過呢個圖案嘅。呢個圖案係邊個畫嘅？你估下啦，係我女啊！我女咧，我女啊，佢咧。佢真係好聰明啊！佢可以諗嘢諗得好透徹，同埋咧佢可以描述到咧，真係好入心嘅。佢話：爸爸啊，因為佢我哋嗰日咧就靈修啊嘛，我哋每個禮拜咧，我哋每個禮拜日夜晚黑，我哋都有一個家庭崇拜，家庭崇拜。家庭崇拜，唉，我又講國語，又講英文，又講廣東話，我唔知跟邊個嚇。弟兄姊妹，咁喺嗰日咧，我問佢一個人啊，一個人做基督徒，佢點可以能夠活出像主呢？咁咩人信主嘅，佢又點樣可以能夠？成為基督徒呢，啊，我相信呢啲咁嘅嘢呢，唔係，其實我好少同佢講嘅。我嗰陣時咧就一日忙到黑，師母咧一下都追佢哋，我反而比較少好多。諗翻轉頭咧，我真係失職，冇做到一個唔能夠係幫助我兒女成長嘅。父親，咁嗰晚咧，佢話：爸爸，嗱，你睇呢張紙，佢將呢張紙畫咗出嚟喎，佢畫個蘋果啊，好似咁一樣。佢話：你知唔知啊？一個人未能信主要能夠成為基督徒咧，有個過程嘅。信咗主之後，有好好嘅成長咧，都有一個過程嘅喎。十歲喎，我真諗唔到啊！嗱，我今日唔講我個仔。我仔嗰時咧七歲，佢啊冇家姐咁叻嘅，但係佢咧，佢心思好快，佢喺度玩，一日到黑喺度玩，成日咧攞啲筆喺度轉啊，有時咧即係叫佢唔好轉啦，佢都係轉啊。咁我話你畫好未啊？我仔咧就畫咩？畫只獅子喎。哇！明明係獅子，冇搞錯啊！我話仔，呢個係叫呢個。熟靈的生命啊，信主嘅咩？佢話：爸爸，你冇睇清楚啊！嗱，我仔係咁樣啊，你話咩咧？佢又得駁你嘅。佢話：你睇下中間嗰度啦，我哋咩嚟㗎？黑點㗎嘛？佢話：唔係啊，爸爸，睇到嘛？只羊仔啊！我話咩意思啊？佢話：強壯，外面強壯。温柔在心里，这个呢就是基督徒应有的生命了。七岁啊，难怪他以后读书这么厉害，因为他这个有思想有思维的人，很感谢神啊。嗱，弟兄姊妹，咁我女呢，她又年纪大啲啊，咁佢讲咗五样嘢俾我哋听。佢话第一，佢话种子，嗱，我一阵间会播出嚟俾你睇。他說第一，種子是生命的開始，你說他對不對？對不對？他說神的恩典也是如此，你說是不是？神的恩典也是如此。他接著說核呢，那個粒核在外面這裡，他說是保護種子的牆，他说神的真理也是如此。哇，我真的佩服他，真是小孩子。跟着他说果肉的肉呢是种子的
动力、种子的生命力、种子 的活力。他说神的爱也是如此、我真的佩服他，想想真的，因为神的爱真的推动我们愿意跟随他，愿意舍己，愿意服侍在他的面前。他说还有爸爸，果皮是保护果实安全的守门人，英文叫 gatekeeper， 他用 gatekeeper。 他说我们从神得到的信仰呢都是一样的，也是如此。他说还有他说最后他说什么美丽的果实，一个苹果没拿来，他说这个是种子成长的后果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哈，好厉害。但他说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。我不知道他哪里学回来的，那些什么生物学的知识，可能是学校啦、教会里面啦教导他们。他开手时就开手话了，我现在详细讨论一下究竟他讲的含义是什么。这些是我后来想想慢慢想的时候，我就领会到他所讲的一切。当然他的年纪是小，只能有一个概念，但他不会想到那么多。他说种子是新生命的开始，神的恩典也是如此。我很同意，因为无可否认神的恩典、神的救恩是我们新生命的完全，是吗？所以呢，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什么，不是我们怎样努力去争取得到我们的永生的生命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神白白地赐给我们。所以难怪呢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、第九节那里说，怎么说？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救恩是神给我们的，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，这个就是我们新生命永生的开始的种子。弟兄姊妹，我女儿就她说爸爸还有刚才我告诉你，这个核呢 是什么呢？是保护种子的墙。他说真理也是如此。我想不到他这样说，想想又是的，种子在里面呢，如果没有这个核呢保护他的话呢，当然有些硬一点有些软一点，是吧？没有这个保护，这个种子呢就很容易被野兽啊、人啊就搭下去就烂噶啦，系咪？或者又受到昆虫嘅伤害啊，好细菌啊，咩都好啦，佢唔可以有生存嘅机会嘅。但系因为有呢个核，有嗰个保护性啊，好似我哋真理保护我哋灵命嘅生命嘅时候咧，我哋有机会成长吓。咁啊，但系好多好可惜，就好多基督徒咧，佢哋冇呢咁嘅胃口啊，去寻求神给他们的真理。大家知道吗？你们想不想追求神的真理？想不想？那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，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，我们要什么？昼夜思想，是吗？咁我举个例俾你听，睇你同唔同意？你觉得有冇咁样嘅可能性啊？一个人咧，佢净系一个礼拜七天啊，净系食一次饭嘅啫。你觉得呢个人咧，可唔可以健康？可唔可以有成长？可唔可以能够真系好壮健啊？你我觉得可唔可以啊？
梗係唔可以啦！你都餓死，你都命到第七日，係咪啊？不過有啲人咧，真係佢啊咩叫做咩話禁食啊？禁食四十日，我唔知佢點樣禁食啦。啊，嗱，但係點啊？同樣啊，靈命嘅生命都係一樣嘅，話俾你聽啊！你可以相信嘛？一個人咧，從來都唔諗到神嘅。從來都不與神接近的，但是呢他只是一個禮拜呢回來教會見一見神呢我回家了。你猜這種人呢會不會健健康康的有靈命的成長、啊、會不會、啊、不會，但我相信我們當中裡面可能都會有這樣的人的、哦、你說是不是呢？第二點我哋唔好忘記啊！我哋要小心嚇，我哋要記住，我哋咁樣嘅情況咧，我哋就會有好大嘅麻煩嚇。嗱，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先可以能夠有成長咧？咁啊，第一我哋唔好忘記，我哋要嚇，我哋要小心，我哋要啊緊守我哋時間嘅觀念。不要浪費時間，用時間喜愛神的話語，晝日思想啊。嗱，咁佢講到呢度嘅，啊，我呢、這個我而家學習用 iPad 咧，佢呢個新 iPad 咧好快嘅，掂下就走咗去啊。所以嗱，弟兄姊妹啊。點解我頭先講到啊？我哋每日都要喜愛神嘅話語，作為思想咧。你睇下啦，喺馬太福音書第4章第4節佢點講？我哋一齊讀。耶穌卻回答說：經常記著說，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說出的一切話。唔好忘記啊！我哋唔係淨係可以淨係食噶，食咩好嘢？適合我們的胃口，我們的靈命都需要有滋潤，有食物，是吧？好比我們能夠靈命能夠繼續有一個美好的成長。那我女兒不只是這樣說，那我繼續又說什麼呢？這方面我真的佩服她。她說果肉是種子的活力，的推動力。她說神的愛也是如此。咁咧，我咁多年啦，我都冇再思想啊。但我知道我要同你分享嘅時候咧，我要睇下係咪真噶嘛。咁我走去書本嗰度抄啊，我抄有 internet 又抄咧網站啦。原來咧果肉咧，果肉咧有兩個好大嘅目的嘅。第一個目的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咩咧？原來果肉咧係。俾呢個水分滋潤呢個種子啊，唔好俾佢乾啊。咁仲唔止喎？呢個果肉咧係好多營養嘅，培養呢個種子嘅成長嘅嚇。嗱，另外一個咧，我哋今日唔會講，咁或者遲啲。嗱，原來果肉咧係可以幫助呢個種子咧啊，一代一代咁生存落去嘅。係嘛？嗱，第二節咁，我聽到佢咁講嘅時候咧，我就想到，哇！原來神嘅愛咧，對我哋自己嘅靈命咧係咁重要嘅嚇。第二節我哋唔好忘記，我哋真要愛。點樣愛法咧？我哋以前都講過話啦嚇，我哋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去主你嘅神，用我哋嘅感情、我哋嘅思想。我哋嘅心智去愛神，唯有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唔會浪費光陰啊，選擇錯誤嘅事情啊！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上個兩個禮拜啊，上個兩次嘅時候，我同你哋分享點樣愛嘅時候，我哋點講啊？選擇你所愛嘅，要熱愛你所選擇嘅，係咪啊？
所以我大英照我哋有智慧选择我哋所要爱嘅。你最爱嘅系乜嘢？你最爱嘅系边一个呢？啊，师母啊，有时我真系俾佢激死啊！我话老婆啊，你爱我嘛？佢话爱，不过你唔系首位。如果你老公同你讲你唔系首位，你有咩感受啊？你冇搞错啊！我攞咗你咁多年，我哋相处咁多年啦。哦、oh, ，by the way， 我冇讲俾你听。琴日咧，师母咧就同我就去拍拖。点解拍拖呢？因为咧，琴日系中秋节啊嘛，系咪？其实唔系净系中秋节啊，系我哋44周年嘅纪念日。哇！啊，好感谢神，多谢多谢，好感谢神吓。咁啊，呢个师母点讲啊？你唔系我心目中所爱嘅首位，哇！冇搞错，唔通你近时嘅男朋友？哇！唔系你冇胡思乱想，你系神啊！吓，我哋要选择我哋所爱嘅首位系我哋嘅神啊！我哋唔好忘记。咁啊，我女咧过完之后咧，佢又话：个爸爸仲有啊！我未行完啊！佢話啲果皮咧，果皮係乜嘢啊？果皮啊！佢話係種子，佢話果皮。佢話果皮，我睇唔到啊！一啲光咧好犀利。我話第二次或者整黑啲，整大啲啊！佢話果皮係保持。果實嘅安全嘅守門人，嚇呢啲我要揾啦。哇，即係佢咁講嘅時候咧，我就好興奮啦。即係又話 gatekeeper 啊，保護啊，我又冇諗得咁深啊。咁呢幾日咧，我就諗啊，點解咧？我喺書本抄啊，又睇 internet 咧，原來啊，因為果皮咧有個好大嘅作用啊。第一，水果嘅水分。滋潤嘅種子嘅水果嘅水分咧，因為有果皮嘅緣故咧，佢唔會咩啊？唔會乜嘢啊？流咗出嚟啊，係咪？生咗出嚟啊嘛，唔會乾啊！你睇下啲蘋果啊，咩咯果都好啦，有個皮包住嗰啲咧，會唔會爛啊？會唔會受到外界嘅侵害啊？會唔會有昆蟲走咗入去啊？好難。所以咧，佢話呢個果皮咧係 gatekeeper， 係呢個種子係呢個果實嘅安全嘅守門人。大家姊妹，你知唔知啊？信仰基於基督嘅信仰嘅真道嘅信仰咧，亦都係我哋安全靈命安全嘅守門人，係嘛？要記住啦。你的信仰呢不可以集啊，应该一无杂念，要一定要呢有一个以基督的真道为基础的信仰，咁嘅时候呢，你的灵命先可以能够得到保障保守，系咪啊？吓，弟兄姊妹，咁讲到呢个时候呢，咁佢又话佢讲，佢都讲过一次，佢话如果你有坚定的信仰嘅时候呢。你就有力量抵抗一切一切的誘惑的了。你沒想過？真的，弟兄姊妹。咁最後尾咧，咁我女咧就做個結論啊。佢話：爸爸，仲有一樣我要同你講嘅咧，就係咩咧？佢話：你睇呢個蘋果，好靚噶，呢個蘋果好吸引人，好吸引人咁。啊，今日咧我做咗將個蘋果切咗兩下，想印下你哋。是我屋嗰棵樹攞嚟嚟嘅，好香啊！真係。佢話：你睇呢個蘋果，滿有吸引力啊！如果你見到一個蘋果好香、好靚，你覺得吸唔吸引啊？你想唔想攞佢嚟食啊？
弟兄姊妹，我哋唔好忘记啊！我哋嘅灵命，神俾我哋嘅灵命咧，系充满，应该充满吸引力噶，系咪啊？应该系人见人爱噶，系咪啊？系咪先？所以咧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我问下我哋自己，究竟我自己系咪一个有吸引力、热力嘅基督徒呢？人都见到我哋嘅时候咧，就愿意同埋我哋一齐，愿意跟随我哋信主，愿意咧接受神俾佢哋嘅爱，愿意咧行出神嘅真理，愿意咧坚守神俾佢嘅真道，俾佢信仰吓。嗱，弟兄姊妹，记住啊，一个有吸引力嘅基督徒系点嘅人呢？第一，有吸引力嘅基督徒咧，系愿意安慰人、鼓励人、爱人，甚至咧愿意用圣经嘅原则去劝勉人咁样嘅人噶。你话系咪啊？嗱，咁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，成个救恩里边咧，弟兄姊妹，我哋好唔好忘记？因为喺哥林多前书咧第十章三章第三第十三章十三节，佢点讲啊？佢话如今尚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系乜嘢咧？系爱啊！弟兄姊妹，我哋唔好忘记喺我哋生命里边咧，神俾我哋嘅救恩，俾我哋嘅爱，我哋要活出爱，让其他人咧都得到喺神里面能够得到应得嘅福分吓。嗱，弟兄姊妹，记住啦，人生咧系个短暂。前两个礼拜啊，我去结咗一个啊追思礼拜，我睇到啲人咧个心里边咧，即系嗰啲亲属咧好好悲啊！人生真系好短，系个短暂嚟嘅咧，你觉得系咪啊？咁所以咧，要转眼而逝嘅真系，所以我哋每日嘅时间咧，我哋头先都讲过，要即系吓。不要成日都为我哋自己嘅事情过度忙碌嘅，因为你过度忙碌嘅时候咧，就好少有机会去关心其他人嘅。你话系咪先？吓，有时话，唉，我唔得闲啫。我话你啦，你帮佢啦，我冇时间啊。我哋要谂下，我哋好多要学习就系咧，有个忙我嘅精神，必须愿意咧去一齐合作。齊心合意咁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嚇啊！我哋時間比較多，我再講幾句俾你哋聽嚇。有首詩咧，你有冇聽過啊？叫做《動力信望》，我有冇聽過啊？有兩句咧，我覺得非常好啊。佢話：光陰忽忽，多少機會身邊經過喎。係嘛？我哋中國人講嘅咩啊？光阴似箭，咩啊？日月如梭，系咪啊？吓啊！佢话谁能伸手献出关怀，不再退缩嘅？谁能伸手献出关怀，不再退缩？意思就话咧，啊系啊，佢真系好惨啊！你去帮佢啦。咁即系意思咧，我自己退缩系咪啊？唔可以咁样啊！唔好叫人，叫自己。我可以做到乜咧？少嘅唔紧要，我可以做到乜嘢咧？吓，我记得喺1910年咧，救世军嗰个局长啊，那个将军咧，佢已经好大年纪啦，好老噶啦，俾你听，佢行都唔行得，但系佢好关心喺世界上每个国内里边咧。同佢一齐侍奉嘅弟兄姊妹啊，佢好想支持佢啊，吓，俾佢哋一个心灵嘅安慰啊，俾佢精神上有个鼓励啊，咁佢就要写封信俾佢哋。咁封信寄出咗啦，寄出去之后咧，佢哋收到啦，佢哋一打开成封信啊，咁呢个局长咧，净系写一个字啊。只写一个字，你估下呢个字系乜嘢？差唔多，爱咩咧？爱自己，还是系爱咩？
爱他人，佢净系写一个字啊，他人。喺你嘅心里边咧，弟兄姊妹，每日嘅时间里边，你一定会有好多好多嘅，见到好多嘅事情需要援助，需要帮手，需要去爱，需要去支持。当你见到咁嘅时候咧，我担保你一定会想到自己嘅需要，自己嘅时间系咪？当你咁样嘅时候咧，请你大家记住呢句话，记住呢个字，他人，他人，他人，唔系你可以做得几多，而系你愿唔愿意去做，唔系一定要大，少都可以做。你可以讲一声，我可以而家同你一齐祷告吗？可以吗？有啲咧唔系噶。揾水六腳咁，哦好，冇，我知我知，我翻屋企祷，我一定为你祷告。翻屋企咧，会唔会祷告啊？多数都唔会噶，啊，贵人善忘吓。嗱，弟兄姊妹，我哋要记住啊，喺我哋呢度咧，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咧，我哋得到神俾我哋恩典，俾我哋嘅真理，俾我哋嘅爱，俾我哋嘅从主耶稣基督真道上嘅信仰，我哋唔好忘记，我哋要把我哋嘅爱拿出嚟，伸出我哋嘅爱手，愿意去接触其他嘅人，让佢哋成为得到能够得到神蒙福嘅一位。你觉得好唔好啊？我哋一齐祈祷。亲爱嘅天父，我哋感恩你俾我哋嘅生命嘅得着。俾我哋生命嘅成长，俾我哋生里边咧能够付出，我哋需要付出，因为只有愿意付出嘅时候咧，我哋先可以显你俾我哋嘅爱。求主你帮助我哋，帮助每一位喺我哋成长嘅路途里边，能够荣耀你，能够令到其他人蒙福。我哋咁样祷告，系奉赖主耶稣嘅圣名求，阿门。以下我哋系有奉献，继续我哋嘅敬拜，让我哋一同系准备好我哋嘅心同埋你嘅金钱，回应对神嘅恩典。如果你哋系未明白奉献嘅意义嘅，请你哋唔需要参与，供应嘅将奉献袋转过俾隔篱就可以。唔知有我哋今日有冇新嚟嘅朋友？系冇吓 ，OK。我有嘅几个简短嘅报告。本個呢個最後個主日咧，呢個月最後個主日，中午12:15咧，我哋係有呢個喺羅馬飯堂有一個聚餐嘅，係特別為咗歡迎我哋呢三個月嘅新朋友而設嘅。咁個聚餐係每一位係$5嚇，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參加嘅咧，就到下呢個司事台嗰度報名。教會咧係將會喺出年嘅2月2日上午9:30咧係舉行呢個浸禮嘅。咁如果你哋清楚明白咗耶穌嘅救恩，明白你嘅信仰嘅話，你就同埋要參加咗信徒基要班嘅，咁你哋都可以係同呢個潘牧師報名嘅。仲有就係我哋每一個主日咧，好多謝弟兄姊妹咧，就幫忙咧，我哋係有呢個茶點準備。咁我哋都係好需要弟兄姊妹咧協助幫我哋購買茶點嘅。咁如果你哋係有呢個負擔嘅，咁啊同阿 Christina 姊妹咧係呢個聯絡。咁今日潘牧師同埋師母係請假一天，所以呢個基要班係暫停一次嚇。咁大概報告係咁多。咁我哋請多各位一同嘅起立，我哋為奉獻祈禱。天父，多謝你賜俾我哋嘅一切，我哋深知道我哋喺地上所擁有嘅都係從你而嚟。
我们再次为此而感谢。现在我们献上点点的金钱，求主你是悦纳以及使用，盼望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得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仍然的站立，一起唱赞美诗。请林牧师为我们祝福。愿主耶稣给我们的恩惠常常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永生的生命，我们应该懂得怎样去活出祂给我们的恩惠，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的信仰，给我们的真理。愿慈爱我们的父亲，祂的爱永远在我们心里面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活出祂给我们的爱。愿圣灵给我们常常的教导，帮助我们坚守神给我们的信仰，好比我们心怀意念都能够得到保守，不会受到魔鬼给我们的引诱，亦都唔会受到外界俾我哋嘅侵犯。求神嚟帮助我哋，俾我哋能够喺我哋嘅灵命里边有好好嘅成长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之后，请我哋到系罗马饭堂享用茶点。之后我哋系有各个小组，请你哋都系准时嘅参加。愿神祝福大家。